Now is my show time.Baby， 请你不要担心我， yes, sir. 我会成为最闪亮的那一刻。Baby， 请你不要看轻我， yes, sir. 我的音乐总是会有核辐射。Baby， look at me， yeah, I like wasabi、yeah.。大家好，我叫刘元佑，今年六岁了。我学跳舞学了两年。我学了 hip hop 编舞 locking 和 popping， 我也开始不喜欢跳舞。跳舞是个特别累的一个事情，我就不爱做。是怎么会就喜欢呢？跳着跳着，动作学得更快了，我多多练习就可以了。每一天睡觉都要做100个俯卧撑再睡觉。做不到怎么办呢？做不到坚持做呀，然后就爱上跳舞。我最喜欢去逛街买东西吃，玩那个游戏，勇敢的转起我的转盘吧，转吸完水味，臭鸡蛋味啊，臭虫味啊，救命啊！要不买一个回去吧，这个让他们吃一下什么叫特别难吃的，让他们清醒一下，清醒一下，让他们清醒一下。我想吃凤爪。好吧，我们先去吃点水果吧。薯条来一份。